这一坨过了。哎，红包。今天是拍摄第四天，连续的第四天啊。今天来自 Orange， 今天我是1点钟 call time。所以的话，就是他们已经都忙了半天了，我才来。我在现在是在店里面忙了半天，现在赶过来，1点钟到，现在马上到1点了。就是这个公园，今天就在这个公园里。谢 producer Charles， 他给我送饭过来了，然后他们还在另外一个地方拍，就离这不远，然后。待会他们会再过来，现在我一个人在这里吃饭，吃晚饭，他们就到了吧。我知道，我在想。这样。你看一下这。一。嗯。对，如果你。二。假如你看这个把手呢？对，我就是这是二。对对对，我就这样子算。这是二。我看把手是二，所以你觉得呢？我觉得看把手吧，你觉得呢？对，我觉得看吧。Shoulder 多一点点，你试一下。刚才就是一点点，哦、okay, 这是第二，可以了。再多一点吧。哦，你感觉 her shoulder 再多一点。再多一点。啊，不是等。好，你往后坐。不是等。对，哦。Have it on。可以。Have it on audition on。好，然后去调音响。嗯。on。调大声，现在调小声。OK。好。大哥，你再看着 her。这个车还挺方便的。换衣服啥的，挂些衣服啊，在这边都挺方便，都直接挂在这。现在拍第二场，换一套衣服。总体来说，做演员还是比做 crew 要轻松很多。但是呢，如果要演得好的话，我觉得也不容易，还是得不断的学习。我现在就算 rehearsal 了那么多次，但是拍的每一次的话，多数时候都觉得还是不够满意，所以不容易。每一行每个行业每个工作都是得特别精益求精吧，精益求精，要每个专业每个职位啊都要得。花很多时间去精益求精，不断的学习。角色感觉非常，咦，这个角色感觉非常的 low key。我也是啊，你看我住的什么酒店？你应该是生意人，就是故意装 low key。对。那我那么注意形象，哎呦，我也听不见。没办法，就是还是能省10块钱就省10块钱。什么什么省？酒店呢？嗯，对啊，比来比去就差10块钱，我就选了那家。生意人肯定有。Fashion Street， 而且离机场近，还车方便。学校挺好的嘛。好，到了啊，走了。嗯，拜拜，记得给我打电话啊。好，拜拜。今天的拍摄任务还是比较松的，比较轻松的，就是送小姨上学，接她上下学放学，就那么两场吧。这个是公园，我们把它当成是学校，当成是一个私立的学校。他们改地方了，这样好多了。要不我老觉得他们在后头。你是在那地方决定逃学的？对。
就是同学不从这里走。嗯，因为其实那样在我后面太磨叽的感觉，就是因为我要走的慢，因为开门在我后面，但他们俩就有种被我堵住了的感觉。嗯，好，到了。嗯，注意啊。嗯，拜拜。OK， 这条过了，这条过了，过了，完了，今天就拍完了，明天是餐厅的戏了。生活气息。他们从河对面开过来。哎，红包？呀，红包！这是情人节还有红包的吗？红包呢？对啊。对啊。还是过年还是什么？不是红包了。哇！哇！今年收到第二个红包，哎呦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就是哇哇，太好了，我都能收到这个，谢谢谢谢，太贴心了。这两位 producer 真的是太哇，我们那个拍摄怎么跨越那么好的日子啊？没时间我收。Angel， 来，给你，放你后面。哎，小心啊，我帮你收的。没事。哇，那个 Patrick。一镜啊，全都录下来了。